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假设四斤苹果的价钱比三只梨子的价钱多十元，我假设苹果一斤 S 元，梨子呢一斤 Y 元，那四斤苹果比呢这个三斤梨子，三斤梨子多了十五元，创创买了两斤苹果，啊跟什么呢？四斤梨子啊，总共花了178元。那他问说一斤苹果啊，啊跟一斤梨子需要多少钱？好，那我现在就把 S 跟 Y 解出来，我把它乘以什么？乘以二，乘以二以后减上去，那就是8+3是11啊，11 Y。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178乘以二，啊，这个减掉15，这是341啊。好，那这样 Y 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这可以被11除尽，31啊。所以这个梨子一斤是31元，那苹果呢？苹果的话我就把它带进来。就是 2x 这可以约掉，2一2 2得4 2 6 18没有2 8 16 2 6 12不是18 2 8 16 2 9 18话说 x 等于多少？ x 是等于那个89减掉 2y， y 是31，这是62，所以这是多少呢？27，苹果一斤27元，那这个梨子一斤是31元，各一斤加起来是吧？加起来是58，所以一斤苹果加一斤梨子加起来是58元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A。